你是我们国家民委主任，啊，国家民委副主任王永金邀请来的。去年我们的国庆节，文景主任带我们少数民族参观团从北京到深圳到武汉，我们会总去了三个，啊，我参加了，啊，我参加了。文景主任对我有深刻的印象，他能够邀请你，介绍你到这里来，啊，我们啊热烈的欢迎。你回去给文景主任讲一讲，啊，啊，给他说一说，到那里接到一个苗族的同志，啊。嗯。啊，贵族老大人在这里。祝贵族老百姓和我双方都得到和平和平静。哎，那个老婆晒雪，苗族贵族部队晒雪被家开门，成都狗房的领导哈。那个我来看嘛，来看嘛，稍微我没有干嘛，但是我那一个在领导哈的走，是我们的大员刘芳。那就生都三个多，啊，这个相当的，对，贵族脑袋被嘛，这种血统的，那个你把名字夸，你把夸掉了咋的个？顶顶他们，这一种先法的个，那的，贵族脑袋在哪？有哪？历史文经在哪？有到母，有到教，一般都能够说，阿贝罗地球的领导呢？就叫到我背头脑，我就要给你学学，一点一点的。这个脑呢，我用我好五张盘，也不是曾经给我上过那么多。我们呢，大小认知就是曾经啊，把这孩子给说来的。再过他呢，非常好的，他是一个老公，所以呢，有一点霸道的，霸道莫得什么孩子。到美国给竞选总统。路上呢，要路上时间，你要忙死手呢，路上呢。
我一爬一躲就叫一一，我连羊毛一薄薄塞在路上了，别都这样要给，我不少种了烟了，再种了大家忙，咱那走那个大北下北忙开着户，有人看到个烟着你顶要薄的，你怎么说再种的孬呢？忙死死，我先生过这儿，我就给路路路这站路来上。在那拉嘞拉是那，你做啥的对呀？都染黑的，还要用沙，还没沙。沙不白，我天沙多，它就长得了么了？我天沙上上的呢。我拉得得拉沙，那别得种大不了，别得就找不拉的拉沙。拉的拉沙。就是好，那好啊，我回来后给你养了，那好啊。嗯，他就是有人在那，就是家里面在我们家门口。哎，这边长那样，这边节目就控制的多，这边主播一路发着的地龙呢，这边就还有地边正常正常正常，每个月的课高年龄才是
说声有应州早米给多耶靠年龙在山月大道龙都龙中的月母一得我月母我不说读东华落龙都我年龙在那一年的你落龙都家年龙在我的刀龙都龙中的年龙在我母姑花的年龙在我母花莫说古东华龙都比冷冷中的年龙在那我一月落街这我融入了生忙都闹好好好好他不会叫他就结果的算你结果没有妈妈妈妈妈但是他们好的都行出笑你别别他们你们我阿姨我别老别老我想干嘛别老我的阿姨妈妈别老妈的你自信大门，格局西江门，格局西江门，你把西江东了，你把西江东。阿大都管得好，开始啊！啊，小龙，开始，开始啊！我被带到，这不太行了。爹爹买你的好，咱们得白干面喽。好的北海呀老是天老卖也过好卖色路面老是耳朵嘛耳朵那你不能够呢你不在这见了也都对求一下都见了大多嘛小小啥还没黑个啥多头没干死哟好我不拍这个老不拍这个老我给你翻译这三条翻译这三条没有翻译这个主持人为什么你说话那边放学习惯的我觉得我问那个就是老庄的那庄那边看学多少你要是人家的多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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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嗯，中学大在那个地方，今年那都那得钱多，哎呀，被这边好给钱嘛，那个妈那没做，我爱问钱，我，我对马氏人，那你想到家那边？因老人到了，因孩子到不去，反正因中学大在那多好啦。老就是那个啊，花钱，不行，我得光看着人家。
杨先生说，就大哥，他说我们在远在美国，但是呢，我们早就听说西江这个地方是这个村子的这个名字了，所以呢，我们非常想来。马擦子整的给点梦，鸟错样，硬起到帮来。昨天我们在凯里看，就是参加了这个盛大的无声节，那么我们看到那么这节目的表演，我们都感到很震撼。我们认为这才是我们苗家的最传统的，就是保留的最完整、最好的苗家的风俗。家真家多家菜，在杨下路走了啦，经过正阳直车，跟正阳去啦，正阳直包。我们虽然现在有我们的之间虽然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变化，但是呢，我们苗家的传统的风俗习惯还保留着。哎，古老们呢，我长到当了交朋友多少星期了，白星期白闹，中忙了，古要这么哈，这个地方要没过哈，要找旅游古叫哈的，古都做没到在一样的个。这个节目古龙山古人中忙的那古节目还是给你讲吗？那是上路着。今天晚上和大家在这相聚呢，我们非常的高兴，我们将把这里热情好客的这种待客的这种美好的一些就是一些习俗对带到海外，我们苗胞告诉我们的苗胞，让我们的苗胞也知道在这里我们的苗胞仍然穿着和我们一样的苗族服饰，仍然保留着我们最传统的一些苗族的风俗习惯，仍然是那么的热情好客。我的话呢就到这里，现在请这个大哥带我们吃饭。来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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